好，现在人每天看电视、看电脑之外呢，还会手机上网阅读大量的讯息，其实对眼睛的伤害呢是很大的，而且视力呢也会提早恶化。因此呢，洛杉矶是有一家健康食品公司，他们是特别推出了纽西兰黑醋栗产品，强调可以透过高浓度的花青素成分，有效的预防眼睛疾病。使用手机观赏大量的照片、讯息和影片，几乎是现代人每天必经的生活习惯之一。然而，眼睛长期处在色彩轰炸之下，一不小心就会过度疲劳，轻则酸痛流泪，重则视力衰退。如何保养视力？除了休息之外，专家还建议可以服用纽西兰黑醋栗。Dangerous eye conditions that black currants have been shown that can really help improve these conditions. With glaucoma in particular.This is a dangerous condition that's caused where the blood flow to the eye is interrupted, and this causes the pressure in the eye to build up, and that pressure means there's a lot of cell damage in the eye, which progressively can lead to vision loss and even blindness. Black currants are able to improve the blood flow to the eye.拿出畅销全美的健康产品，家事会中心华人总经理卡琳娜表示，过去人们只知道饮食均衡和五大营养素，不过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现在还知道纽西兰黑醋栗富含人体所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甚至还有能保护眼睛的花青素。五十年前大家都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因为五大营养素里边根本就没有这一种这个微量元素，它是从一些这个黑色或紫色的这个物质，还有这些水果植物里边提取出非常非常少的微量元素，而且这种微量元素呢，近二十年来被证明对这个身体有着非常好的这一些疾病的治疗的作用。强调全部从纽西兰当地进口天然种植的黑醋栗，经过一颗颗萃取出高浓度的花青素，再经过胶囊包装运送，成分天然之外，每次服用时也只要一颗，加水稀释就能饮用。胶囊来说，其实大家打开就知道了，花青素的本身应该是呈这个紫色的，而如果呢它的颜色越重，就说明它的越深，也就是说明它的抗氧化能力就非常的强。我可以给大家打开看一下我们这个赤慧灵里边的这个胶囊到底它的吸收能力有多好，看它的浓度有多少。一打开放到水里边，大家可以看得到它几乎是在三秒到五秒之中全部都被这个就是说全被水化，而且可以看得到它的分子非常的小，可以很快的进入到你的身体里。而对于平日不喜欢喝牛奶的小朋友，还可以加入黑醋栗做成调味饮品，营养加倍又好喝。我们公司所产的这种黑醋栗浓缩果汁来说，一般都是五到六倍稀释，而且呢，你可以兑这个牛奶，可以兑水，而且兑你喜欢的饮料。一般小孩子非常喜欢喝这个牛奶，还有 orange， 因为在日本有一个 menu 就叫卡西斯 orange， 也就是说这blackcurrant 和 orange juice 配到一起，然后大概是1:5的分量，所以它的味道非常好，而且呢，可以帮到你整个提高你免疫力系统，预防小孩子的感冒都非常好。选在美国亚裔最密集的洛杉矶，设立家事会中心来介绍纽西兰黑醋栗产品的各种好处，不只希望帮助亚裔获得正确的保健知识，也希望透过花青素的实际功效，帮助到更多华人保养一双明亮健康的眼睛。东森新闻王祥林、叶宏志、殷宏文在洛杉矶的采访。